哥，哎，你可不能杀赵二啊！行了，二哥，警察局不许拉拉扯扯。哎呦，我就知道你为当初那事儿还记恨我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别责怪我。你们是拜把子兄弟，你得救他呀！你甭跟我哭天抹泪的，这回神仙也救不了他，他犯了天条了，你懂不懂？二哥，你知道他是个糊涂人呐。糊涂？他糊涂，你也糊涂啊！你是他老婆，你能不知道吗？那小婊子给他多少钱，你不知道？那小金表哪儿来的，你也不知道吗？他说那是跟人借的，新鲜两天呐。借的？成天酒气熏天的，那喝的酒也是借的吗？他说那是地头掌柜请的，跟他没有关系。笑话，请他？一个站宅门的臭巡警。那不管怎么说，你们是拜把子兄弟，你得救他呀。救他？这事儿换了我也得完蛋。算了，回去吧，订副好板子，落个好法子，日后有难事儿再来找我。没得救了啊！真没救了，要能救他，我能不伸手吗？哎呦，赵二！行了啊，赶紧回去吧，准备后事吧。赵二那小子犯的是坏事。对呀、啊，说说啊！我不知道。哎，这你们这小子就知道问这个，赶紧替我想想救人的办法呀！救他干什么？赵二这小子吃香的喝辣的睡美女，这好事怎么不想到我们呢？就是，弟媳妇，这回是不是要枪毙呀？别架着我呀！哎呦，赵二！哎，你说这，哎，弟媳妇，走，快走！哎呦，你说这事多这事，你说怎么样，兄弟媳妇？没办法了。你说这城里哪家寿菜铺的棺材便宜，订一副吧。你他妈傻呀，你爷们还没死，你订什么棺材呢？你没救了，我已经求刘放子了，他说徐次长谁也得罪不起。不行，咱司马当成黄马衣，还得想办法。这个子张二他作孽呀、啊、他。行了，我看你也哭累了，这么着吧，要不你先回家去歇会儿，我再想想办法啊！你一定得救他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他要是真死了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啊！我就折了我这张脸，再去求求刘芳子。那你一定得想想办法。赵二人不好，可他毕竟是我丈夫，他要是真死了，我也不活了啊！行了，你先到我们那儿歇着啊，等着我的消息。哎，车，杨车，来。哎。来，你先到我们家去。哎，走，等我消息啊！你说这事该怎么办？这事儿，我这徐司长还真非得……哎，大眼，过来，徐司长呢？张总说让你把事给他办了，办完事给他回个信，顿晚都得回。他妈的，狗娘养的！王子啊！你终于来了，给赵二求情。看在咱们结拜的份上，好歹咱们也是南城三虎啊！别开口啊！这孙子这回是自己找死，谁也救不了他。哎，我求你，你办不办？你求我，你求我跟他们求我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你欠我的。我欠你的。哎，我欠你什么了？你别不要脸了。哦，你以为大妹的死我现在心里还不安生啊？没有了。我告诉你，赵二说了，就是你因为相信大太太要给你差事，你把他给卖了，要不然麻烦没什么大。我警卫队长，你想得好。我知道他误会我了，他一定会误会我的。可我还得求你，方子，就算你不欠我什么，咱仨一小结拜过，这是真的吗？啊？
这句话我还能听。行，我回头试试。好，那我就、哎、我可什么都没答应啊。你回去，我琢磨琢磨。方子，赵二的媳妇在我家等你的消息呢。二弟，我求你了，啊！来，喝点粥吧，一天都没吃没喝了。喝一口吧，弟媳妇。好人呐，你们都是好人。富海大哥，还是你有办法，你可真有办法。你说刘芳子能把徐老爷说动吗？啊，你放心吧，刘芳子正得着势呢，他能说服徐老爷。你们对我这么好，以后我用什么报答你们？弟妹，你要看好赵二，对他好点。男人呢、啊、就像孩子，你在家里不给他哄高兴了，到外头他总给你裹乱。拿那毛巾给我。哎，你坐，你坐。二哥，哎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差点连我都陷进去，这条老狗将来我得了是非弄他不可。哎呀，你快说到底怎么样了嘛？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怎么着？人家说了，非要他身上一块东西不可。这，你说，是给只胳膊呀，还是给条腿呀？算了算了算了，还让他死吧。我想让他全心全意的回来，我求你了。你看你看，我说我帮不了这个忙吧，你劝吧。我劝什么呀？我反正得罚，不罚不行啊。要不问问赵二自个儿。弄个瘸子在家，还不如让他死了呢，我活什么大气儿啊！我不想活了，我。警卫队长回来了，东子，椅子伺候。哎，来喽。你他妈是人吗？还我再不是人，也没拿自己兄弟的膀子给自己谋职位啊。哼，出卖朋友得到什么好处了？出卖朋友，我们是一小的把兄弟，我怎么会出卖他呢？你没出卖他，你帮他来着，你帮他捡了一条命。不是让你随我，你好，你还打我呀？打我！别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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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吵了，你这嘴也太损了点吧？这事过去多长时间了？你净说戳心窝子话啊！过去多长？事儿终归是事儿。你看赵二现在成什么样了？他成什么样跟福海有什么关系啊？那跟谁有关系啊？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都忘了给我，经理说的。怎么了？都该干嘛干嘛去。是是。走。
我又回到了街上。打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着赵二。他死也没死，我也不知道。烦心。顺子这小子，上学是见天的跟那些阔人的孩子打架，弄得我三天两头的还得往学校里头跑。行人马路两边走，马路两边走啊！富海，富海，你儿子跟人打架了，在学校啊？打架了，学校来人叫你去看看。哎，那你替我盯会儿啊！哎，我打死你个臭小子！你真是一点不让我省心呢！你还学会打架了？为什么非要打架呢？好好说不行吗？不是我先打他们的，是他们先打我的。我一还手，他们就全上来了。他们全上来干嘛呀？为什么要打你呀？啊？他们说我是臭巡警的儿子，所以就不配跟他们上一个学校。嘿，这帮损孩子，谁这么说的？这是，就是他们。哎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了啊？怎么了？你们一帮人打我们孩子一个人？谁在这大声喧哗呀？校长，我是顺子的家长。啊，进来吧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哎，走。哎，校长，哎，您说这帮孩子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们这孩子他喜爱这个学校，回家就做功课呀。我看呢，他这明天就别来上学了，我看算了吧。校长，哎，可是这帮孩子欺负我们顺子，您都看见了呀，这个。去。谁欺负谁这不重要，关键他打的是校董的孩子，你说我能得罪校董吗？校长，哎，别的我不懂啊，现在不是民国了吗？民国不就是讲平等吗？平等不就是人人都一样吗？校长，哎，您不能这么对待我们顺子。这位家长，孩子糊涂，可你不能糊涂。平等，民国是平等的，可是校董的孩子们都不高兴了，我这个校长还怎么当呢？你说是不是啊？爸，你甭求他们了，我不上学了。顺子不上学了，我不能强求他。穷人的孩子呀，不指望读书活人。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冬去春来，改朝换代，换的这人呢都麻木了。福海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吴先生啊！哎呦呦呦！吴先生，吴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！您出来了。哎，国民政府对北京行使权力了，我当然要出来为国民做点事啊！当年是我不谨慎，让您受罪了。哪儿的话，都是那刘芳子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放过他，一定要办他。哎呦，吴先生啊！您什么时候到我家去吧？啊，好啊。哎呦，那件事甭提我多窝心了，我逮谁跟人说我对不起您呢？什么时候您上我家去，我给您做钵盂吃。哎，百废待兴，哪有时间呢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您一定得去，我高兴啊，好人有好报了吗？福海，咱们可是好朋友啊。是是是。哎，我现在得势了，有什么话你尽管说，有什么想要的差事尽管跟我提啊。这不行。怎么，你信不过我？哎，我现在可是能管事的秘书长啊。
好，我现在就陪你去警察局，让你风光风光。不行不行，哎，走，上车吧。不是，我当着差的。走走走，上车。行，那这。谢秘书，你去给安排一下。是。福海，哎，看见了吧？我这秘书可是货真价实的。是。吴先生，您打算怎么处置刘芳子啊？福海，你就瞧好吧。秘书长，福海，咱们下车。烟卷，烟卷。福海，吴先生，吴先生，我真对不起您呐。当初我那是尽职，您说是不是？现在好了，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啊。刘芳子，你甭跟我说那么多，我不是爱记仇的人。可从前那档子事儿，要杀要剐，您一句话。我没什么说的，谁让我当初对不起您呢？甭跟我耍这种江湖手段。对，您什么人呢？我这套您早看出来了。您怎么治我，回头再说。那是私事，是个人恩仇。我先跟您汇报公事。秘书长，请。福海，我们走。请。哎，秘书长，请。您请，您请。队长，进来。福海，走。李斌，哎，您请，您请上台。李队，队长，报告秘书长，警员集合完毕，请您训话。啊，福海，来来来，站我边上来，来来来来。我今天呢，是来看我的老朋友福海的。在我闹革命的时候啊，福海给了我很大的帮助，因此今天。报告秘书长，我有个请求，该给您排排队了。这么着吧，这事儿我做主了，给您排八个人，四名随从。四名看门，前清的时候当大官的都有顶马开路，我再给您配四匹马。这不太好吧？不过把你的想法说给我听听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您现在公务繁忙，这么做一来路上好走，二来能搭着帮您办点公事。嗯，还有衣服也得换，跟您的巡警不能跟炸街的巡警似的，穿鞋儿部的衣服不行，得换呢子的，袖口、裤缝和帽箍一律按金边，警卫队长配备马靴。可是这个，您的安全最重要，每个人配备枪支，您看这么安排行吗？好，好，这样很好。警卫队长，我推荐福海来干，他是您的老朋友，您最信得过他，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这个安排很好啊，我就希望福海来干。啊，秘书长，公事。我给您办完了，我现在听候您的发落，您赶紧物色新的人选来接我的差。哎，我没说过要撤你的职啊。对不起，秘书长，我得跟您辞这个差事。弟兄们，我刘芳子当年曾经干过对不起秘书长的事儿。秘书长，这事儿弟兄们都知道，您不用替我瞒着。要不这么着，人没来之前，我先给您盯着，只要来了新人，我就办接任。
哎，算了吧，方子啊，我又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啊。吴先生，哎，这差事我是死活不能再干了。您没把我抓起来办我，我就已经阿弥陀佛了，我哪敢再干呢？我请你，你总得给我这个面子吧？啊，秘书长，您再好好想想。好了，甭想了，这事儿啊，咱们就算定了。啊，吴先生，您得再好好想。恭喜你了，你现在是我的警卫队长了。不是啊，那刘芳子他，嗯，哦，我们提升刘芳子为总队长，管辖两个区啊。不是，哎呀，没有刘芳子，地面上治安维持不了，用个熟人总比生人强吧？不是，来来来，咱们仨一起吃顿饭啊。秘书长，这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哎呀，福海，你看，芳子就是会办事儿。公诉秘书长。秘书长请啊，走。我奶奶，我带着吹鼓手来了，来吧来吧，都进来吧，都进来吧，哎，各位都进来吧。哎哎，顺子顺子，哎，怎么样啊？哎，找着没有啊？好不容易才找到，临时凑的班子就会吹萨曲。行了，凑合也行。哎哎，赶紧赶紧，拜托各位啊，赶紧吹打起来。来来来，吹打起来，吹打起来。哟，吹鼓手都请来了，顺子这孩子可真孝顺。哎，大梁叔叔，我爸呢？爸呀，他在屋里头呢。爸说啊，拜个天地就得了。我说，好不容易把瑞姑娘娶回家了，热闹热闹，这不挺好吗？赶紧张罗大伙啊！哎，各位忙着啊！怎么又哭了？想了这么多年，这不就成真的了吗？说话就是一家人了，哭个什么劲儿？啊，那哎，瑞姐，你别恨我了啊！我真的是为了你好，想想他要不是谋了这个差事，我肯把你给他吗？剩下一个半个孩子谁养活？别恨我拦了你这么多年，何苦呢？何苦呢？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是为我好，我就恨我这命，喜欢谁不好，喜欢上了福海，得了，好事多磨，好事多磨，人家现在可是巡长的衔了，就那身衣裳，有个派头，像大元帅似的。行了嘛，赶紧给我穿戴上吧。哎，呵，瞧瞧，多体面呐！简直就像警察局长。哎，大哥，咱这片娶媳妇的我可都去了，哎，就没见过一个能比上您这身衣服这么体面的。得了吧，兄弟媳妇啊，我怎么觉着脏上这花跟唱戏的似的呢？我平时就这么一身行头，哦，到我办事的时候了我还这么身行头，我换件衣服吧。啊，怎么着，您还有比这更好的？我知道您加了响了，可是还没关下来，不是？您就听我的，穿这身顶体面的衣服。可是我不行，我是得换件衣服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我跟您说实话了吧？这可是婶子的意思，他觉得您穿这身衣服呀体面。哎，您要是非驳他老人家的面子，我可也不拦着。这媳妇还没娶到手呢，就先把丈母娘给得罪了，不值吧？那我就穿这身得了。哎，穿着吧。好，乐队停停停，乐队停啊！我说两句。哎，静一下，静一下。咱们啊，咱们良辰已到，把这大事办起来好不好？好。
现在是新娘出阁，新郎迎新人，开始。咱们就喝喜酒，好不好啊？一拜天地。傻笑什么呀，大伙饿得都前心贴后背了，赶快安排一下开席呀、啊、哎不行，我得先改改嘴。改嘴让一下啊。哎，麻烦让一下，麻烦让一下。哎爸，你也让一下啊。啊妈妈，这孩子这不是让你当众出丑吗？这、嗯、快答应了，人都叫两声了，你横不能让他一直当众叫下去。妈，好了吗？我把我妈生两口子了，开席了，上菜，上菜。高兴，来，马上马上，别逞了，我可不想要你这醉醺醺的新郎。不行，我不能第一天就让你给欺负了，我得喝，我得喝醉了。来来来，干。慢走啊，来喝、啊、顺子，我苦命的儿子啊，哎你今儿那声妈叫的呀、嗯、我高兴。李瑞姑姑没白疼你啊。哎爸，你也该改改口了，不能老叫瑞姑姑了，她现在是我妈了啊。对，你妈没白疼你。哎, 哎对了爸、啊、你少喝点少喝点、啊、我高兴到。哎饭爸饭。哎呦哎呦，喝多了。哎大哥，哎这又不是当差、哎、你敬什么礼呀、啊、哎顺子你也是的、啊、给你妈一人晾在屋里了、啊、这不等你爸入洞房了吗、哎、我高兴啊大梁。啊你也辛苦一天了是吧，来。咱哥俩坐下 喝杯酒。哎呀咱哥俩有功夫喝、嗯、你赶紧回去入洞房去。我跟你说要回去晚了新媳妇可把你拧成紫茄子。不容易呀、啊。啊大梁。是啊不容易啊。人呐不容易。穷人娶这么如意的媳妇不容易。对对对大哥真不容易，你再不容易也要入洞房不是。哎对、啊、对、啊、对爸你快去吧，快去吧。哎哎哎爸入洞房去了。哎哎哎哎哎啊门在这边、哦、这边啊、来人了。哎恭喜恭喜啊，大喜大喜福海福海。哎呦你放开我喝。你们两个怎么走一块儿来了啊？福海，不对呀，这么大的喜事儿都没跟我言一声，不把我当朋友啊？怎么说咱俩也是把兄弟呀、啊？我怕你呀、啊，刘芳子，我怕你惦着我媳妇儿。哎，别扫兴啊，福海，今儿你大喜的日子。哎，是我告诉他的，我开会晚了，福海。吴先生，
您能来我高兴。您来的正是时候，您要是来早了，我那帮穷兄弟啊，酒后无德，您还不习惯呢。哎，哪儿的话呀，福海啊，自打我当了这个秘书长之后啊，很少碰到这么热闹的场面了。那是啊，喝酒喝酒喝酒，你看，来来来来，哎，我们来晚了，自当罚酒三杯，来，我说二位，不能再喝了，可不能再喝了。刚才福海连门都找不着了，不着是啊。这从哪儿论，这酒也得喝，是不是吴先生？对，他要不喝酒，不让他入洞房。对，福海啊，你是我的警卫队长，你得听我的，是不是啊？是是是，我现在啊要跟你喝。出航的人都走了，火都灭了，没关系，顺子，我带着呢。来呀、啊，是白上，快点，白上。怎么着，刘芳子，你他妈这是跟我摆阔呢是不是？哎，福海，是我要跟你喝酒啊。来来来，吴先生，福海，哎，您是我认识的最大的官儿了。是啊，您这是给我面子呢，我不能不懂事儿啊。来喝酒，来来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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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大喜啊。哎，来，待会儿喝出事儿来，也不知道看着自己撒酒疯啊。让他喝吧，高兴一回不容易。瞧他乐的，便宜他了。我看你也没停的乐呀。苦海呀，总算熬出头来了。妈啊，你说我还能不能有啊？嗯，怎么不能啊？你才多大呀？顺子这么大了，我再给他生个小弟弟、小妹妹什么的，也不知道高兴不高兴。我看你对顺子比自己生的还在意。那孩子知冷知热的，不会不懂事。这日子过得多快，一眨眼这么多年过去了。哎，要是一开始就跟他好上，那孩子都不定多大了呢。嗯，别一口一个孩子不孩子的，太没脸没皮了，是不是？我看也是。哎，吴先生来喝。我得给您说个实话啊，您呢，防着我这位把兄弟点儿。哎，别看他现在鞍前马后的跟您跑啊。到了合适的时候，就他呀，哼，能把您给卖了，是吗？吴先生，您别听他的，他喝多了。今儿你大喜，少提我的事儿。哎，福海，咱俩那点事儿，这么多年了，也该白账了吧？是是，我也不想再较这个劲了。来，咱俩喝一口。哎哎。哎，这就好了。胖子，我求你两件事儿。您说。第一，别再当坏人。好。第二，好好待你媳妇儿。哎，你媳妇儿现在怎么样啊？还能怎么样啊？就那么着吧。你就不能把人给放了啊？你就做个善事儿，让人回去还跟原来那个，多好啊。我的事儿你甭管，喝酒喝酒啊。我不喝了。吴先生，哎，我借着酒盖脸，我跟您讨个理儿啊。您说说，这人活一辈子究竟为了什么啊？这个问题啊，许多哲学家有很多说法。哎，不咱不说什么家。哦，对了，咱就说您为了什么呀？我还说不好啊。我知道。就为一件事儿，能够体面的做一个人，活着，活得体面，
活得像个人。哎，你这不等于没说吗？你叫什么呀？不对，吴先生，我说了呀，我是想活出个体面来。我不像你们似的整天在外面风光着啊，我没有招谁，我也不惹谁，我愿意大伙活得都好，可是我自个儿总活不好。哎，我总算碰上您这么个贵人喽。我都40多岁了，吴先生，哎，我呀好好给您当着差，您呢好好当着您的官儿，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。进来。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个吴先生今儿上午要到党部去开会，咱们出发。是。哎，小号。怎么，队长？你给我瞧瞧那匹白马还撂蹶子吗？嚯，踢得满地全是土，就那匹马烈就让你给选上了。那他老了的摔我身上瘾了，没个儿了。迟到，让他们前面快点。前面那顶马快点啊！啊，快点，快点！知道了，弟兄们快！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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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快点啊！啊，知道了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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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，这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啊！吴先生，要不您先走着，我别耽误您的事儿啊！啊，咱甭等他了，快走！回家得坐车。嘿，你瞧你，我都成这样了，你不扶我一把，你干嘛去？哎，我妈说了，想做点炸酱面，这不让我打点酱去。啊，那你去吧，去吧。你行吗？别摔了啊。没事啊，我还挪。妈，妈，我爸回来了。哎哎，好像摔着了，您过来看看吧。别喊，别喊，去。妈，哎呦，怎么了？这是大呼小叫的。哎、妈，哎呦，慢点，慢点。哟，您怎么了？您过来看看吧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啊。哎，骑不了马。马上颠的一天，屁股快成八瓣了。顺子，忙你的去吧啊！哎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两口子慢慢挪吧啊！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大哥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嗨、哎，骑马骑的。嗨、哎，怎么弄成这样？走道都不好看了。忙你的去吧。我说大哥，回去拿烧酒磨磨。哎，就是啊，那玩意儿烧酒，那玩意儿消肿。多来点。哎，够吗？嗯啊。顺子，慢点吃。嗯嗯，就是，什么事儿那么着急呀、啊、你？嗯，出去一趟，朋友等着我呢。朋友？什么朋友啊？哎，顺子，你别跟那帮学生瞎混呐！那帮学生懂什么呀？我能长不少学问呢，反正不像你那些朋友。嘿，你看这小王八蛋啊！别你跟他跟我这，嘿。跟我说话都带着刺儿了啊！哎，
听你爸跟你说说。有什么话你快说，人家等着我呢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甭这么瞎闹啊，找个差事吧，行吗？差事？您说想让我干嘛呀？你说呢？你自个儿没想过？没有。您横不能让我像您似的挑巡警去吧？哎，这挑巡警有什么不好啊？我还告诉你，我就想让你去挑巡警呢。我不干了啊，我高低不干你这差事。顺子，当巡警有什么不好啊？瞧瞧你爸爸现在都是巡长的衔了啊，就那身衣裳穿着，街坊谁不说好啊？我不干。爸，您当年对我说过干什么也别干巡警。嘿，你还跟我说过你要当巡警呢。小子认命吧啊，咱爷们儿啊就是当巡警的命。我不认命。哎，您的命不能当我的命啊，我心气儿高着呢。哎，我说你小子怎么这么犟啊？小时候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你是非当巡警不可呀。当年我把书包扔了我就改主意了，现在您又压着我当巡警。爸，您太专制了啊。顺子，嘿，你甭过来杨学生那套说词啊。吃饭的时候别找气儿。什么专制啊？我告诉你顺子，为咱们这种人准备下的道那早就写好了，你不走也不行。你爸我就是个例子。甭管您怎么说，我今儿非出去不可。嗨，顺子。哎，那个，行了，孩子大了由他去吧，吃饭。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呢？你还甭说，要让我真跟他支吧起来啊，我还不一定是他的个儿呢。你呀，得知道孩子想什么，别净瞎嚷嚷。我非让他入我这个辙不可。哎，别他一声声妈这么叫着，你就惯着他啊。我就惯着他，我跟他一心。